就是你现在看到我们身上的衣服，当我们地上的布，还有女生身上的她的裙子的颜色，她的裙子里有一个一个的那个菱形，就是我们骨灵的眼睛。然后你在二楼，因为有机会可以到二楼看一下，我们所有族群的衣服身上都会有代表她祖先的图腾，而我们图腾就代表是我们的眼睛，而黑手的骨灵眼睛歌意就是引替我们后代，泰国族的后代，我们以后的族人要。我们身上都背负了祖灵，在我们的所有的道具和衣服上面，要警惕着自己，不要忘记我们祖先所流传下来的文化。好，请各位掌声鼓励一下，我们带来的祖灵也是一个。
呼